尖叫声，听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沙板龙来尖叫声！哇，你们太棒了！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就欢喜，会当再一次来到哪里？你有欢喜不？哦，啊是有得要看我吗？啊，这么我本人安尼，有比电视咧播较水不？有较少年不？谢谢，你拢知影我爱听啥。真的很开心能够再一次呢来到咱安省户跟咱所有好朋友大家见面，也希望呢今天大家呢听歌听了就欢喜耶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呢歌手来带这首歌曲，是我近几年家里豪记唱片所推出的专辑的歌曲，这首歌曲就这爸爸妈妈拢就爱听，您知什么歌曲吧？五个字哦，有人讲出来啊，较大声的好不好？先细声，刚才这边要听，这边呢？好好，为你为把赛，答对了，你们会唱吗？唱大声点好不好？我
我要听到你们的歌声哦，后面的朋友一起唱。妹妹，哎呀，真的是啊！我怎么是会你头像卡起来呢？啊！我过去老婆说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
头上是安怎？阿姊，我已经交要一冬啊呢，你怎么这？嘿啊，好平安一冬无见面啊！你着平常时无咧讲联络就算啦啦，你诶。老天讲这个有见面的啊，无。你见面啥？你上这部啊？无啦，那阮师弟若要见面，哎，快经过你同意哦。吓，不是啦，你着讲啊，你怎么当我家，你着无人注意嘛？啊，无哥哥，你有注意着我家头门？有啊。无。你什么东西啊？你呀？你伫我心内拢共款。你安那搞安那洗头起，拢共款。水就是水，哎呦，啊，哦，这歹讲嘛，这边讲嘛，嘿啊，你甲看，那你看，人家脚白顺呐，就是脚白顺呐，哎，好啊啦，哎，你这叫拖拉机弄掉去边啊无？哎呀，你差偌济？哎，这叫你个对个掉啦你。掉啦掉啦，你讲空掉啦，你来看，哎，阿妈，我跟你讲，你的腰在哪里？你的腰。我的腰在哪里？在这里。你把手拆没有？他的腰已经到你的胸部了，你就不要再，好不好？还我。啊，够了，好不好？还我。起来，再跟我出气，算讲恁当作工作嘛有上好用嘞。对啊，你现在过来，我要靠你过来。什么？我妈卡不卡累啊？你我讲话都惊着啦，你骂你啦。你讲好啊，好问啦。好，我无啦，因为伊吼，我讲慧玲吼，到现在我跟你讲，她挑友吼择偶条件足高。你人择偶，你不知呀？啊，跟单身啊。你是恁两个足熟的哦啦。没有啦，有问到多台南嘛啊，有时候那个白云哥都会到台南找伊朋友，啊，伊朋友嘛多好是我的朋友，对啦，那真衰啦，是安怎啦？是啊，南部我的朋友就足多啊，对，啊嘛拢在做音乐的啊，对不对？拢音乐啊，拢音乐人，我们音乐人可能你比较不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音乐人，那你来跟我来，你唱几条我听，音乐人。我来，不是啦。你这马人笑，我笑你做马人口人放尿，你笑，音乐人嘛，是啊，根本就不是人嘛。音乐人多，我这个比如一个公司叫音乐人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，对嘛，你嘛较正经。你说你是音乐人，阿弟公列朋友嘛是音乐人，可是你们聚在一起都不谈音乐的。对啊，我们都在谈哎。我们去 KTV 哪一次不是为了你们的这个要上架的东西在讲？我们是不是跟那个所谓我们那个？哎，词曲协会他们在谈，对不对？我弄这，你来看。卖假啊，看哪假小金啦！但是你进书拢过五分钟尔啦，讲了开始啉酒。讲了开始啉酒，我唔知。什么烧酒？拢金冷的啦，哪有烧的啦？大家嘛咧滴滴的，嘿呀嘿呀，搁掺冰角的，嘿啦嘿，哦哎，真欢喜啊！你来咧，嘿。对。哇，你这个。其实我来到咱安溪湖已经足济届啊。安溪湖啦。来到来先了啦。这上面装的啦。没有啦，因为那个主委。青标是我的阿伯，哎，我叫阿伯啦，阿伯哦，对对对，刚是阿伯。主委青标叫干爹啦，干爹。当时我认一个干爹，那去到都拢认一个干爹，哎，专讲就做干爹。真好耍，你讲起来青标哥我就认同，伊叫伊干爹是拄好。哎呦，因为拜前咧三十二岁嘛，叫人干爹，那跋倒你听无？三十二岁叫人干爹，你七十九你叫人三十二岁干爹。人是有心就啦，什么尊敬？对啦，你。你讲弟弟就无要紧啦，你硬要讲到你啊，好啦，哎，对方冇同意你啦。好好，咱讲安尼就好，不一定爱跟你讲。你别跟我讲啥。你看，哎，你看，哎，我跟他访问是整个平视的哦，这是最正最好。就都叫蔡依德大哥了，哎哎，我跟你讲啦，蔡依德大哥伊那是查某，伊嘛就欢喜啦，因为爱看较多美女，你听无？你什么拢知啦？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，好不好？我在生做你的糖。哈哈哈！啊，你喵喵喵喵安尼啦，好啦。人真正就好唱歌，对啦，对啦，你现在单身啦，择偶条件不要那么要求那么高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都无要求。你看，哎，我小姐是捌拄过我，你敢来，我做嘛都互你欢喜。伊是安尼嘞，啊，但是你我，哎，我是安那，我开个自助餐的哦。你是捌乌白讲啥？敢那白我大门八二开，大鸡小鸡排几排安尼啦。你吼，你捌诶。兄弟，我看过有一次他受到那个新闻采访啊，结果你啥一千，你穿那个比基尼哦，哦，安娘喂，哦，不得了啊！是嘛，最终定来的嘛。安娘，什么叫九头身啊？嗯，我跟你讲，而且他皮肤又白。但是我那个新闻上说到现在一点没明啊嘛，还是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，所以请比基尼马波哈。最主要是他，他赚一万千代币啊，万千代币啊，哎呀，来啊！你讲的我较早上新闻，你拢无咧看。啊，那你要请比基尼上新闻，你们就马上看到。哎，为什么？很奇怪。我跟你讲，你是玉女歌手，对，难得可以作风这么大胆，然后穿比基尼在温泉那边被拍，没有啦，就泡温泉，对啊，那种阳光很正面的事情。那你觉得怕学生级啊？我早晚在讲话，你是在插啥啦？啊，我跟你讲。我听我阿在开讲啦，你是在干啥？像像你啦，无代无钱，怕什么 A 片啦？你靠这边啦！
来做啦，谁来拍什么 A 片啦？啊，拍 A 片那边喏，我想讲足危险。你妈咧讲，你过去嘛是我的嘛粉丝啊，国际粉丝啊，你都看过啊啦。无你今仔态度不是对我安尼啦，你就是爱我袂着，足我乱去啦，我太了解。你我未讲，我讲三十岁已经足过分，你讲也未讲了。那我就过分啦。所以啊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，嘿啦，春秋差不多两岁啦，嘿啦，春秋啦，嘿啦。我感觉哦，也是个歌唱好，对，啊，家己比咧歌声奉献落来观众，对，大家赏心悦目上重要啦。对，嘿啦。啊，咱偏偏拢人嘛有感情书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的择偶条件讲一下啦，搞不好现场有我啊。哦，因为该征婚啦。哎呀，一万多，起码都要我门拍开哦，哎，开啊，也是我阿伯他妈的排队啊，排你爷啦，那是排你爷啊，你问老师啊。哎呀，都讲，我都开始社会在咧问啊，就开始讲啊，哎呀，哎呀。我拢有伫你后壁买啊！哎，有啊，拢有，迄个有产有教的呢。啊，真的哦。系啊。他们战士受田证的。我老爸有啦。哦。我老爸已经无伫咧啊啦，不讲讲啊啦，战士受田证。系啊，系啊，阿弟啦，主要是你啦，迄关键啦，已经习惯啦。你讲条件哟。条件啊，就是做。就简单的啊，条件就是。是查甫多啊。好钱啊。当然爱查甫的啦，啊，第二个就是爱友好。哦，爱友好。其实这么友好吼，真的真的。优好的囡仔他的个性啊，他的性格、人格一定很好。对对了，孝顺的小孩子很好。啊，不然他得你爱有才华哦，爱才华啥啦？就是讲，他也是对音乐这方面。唱歌啦，还是讲艺术的方面啦？啊，艺术的现在足多啊，我买一张学生拍艺术片的啦，艺术。你拍爱情动作文艺片啊？艺术片，艺术片啦。所以这两条条跟我不好，都有啦，啊，过来要第三条，够关无？敢爱第三？新冠不要紧，因为我会使穿白底嘛。啊对，穿白底就使。你较烦恼这个条件啊？你要求是讲，是要倒来较悬的，徛来较悬的，迄有分两。哎，无要紧啦，查甫查某倒来拢偏悬啦。嗯，外行的，过来过来。幽默。哦，幽默。哎，讲话爱好笑。对，趣味。哎，我刚刚在讲你呢，这三条条你拢有。就是。是啦，伊就是合我的感觉，啊，讲出来给大家听安尼。嘿啦，我就差就差在一点啦。啊，你若要问我的条件啊，我的条件真简单啦，高康优、梁公爷、高小平都袂看病，安尼袂使啊。我就想要甲你甩落去啦。啊，好简单无啦？哦，迄简单，但是这只足歹找。袂啦。一个无去啊啦，啊一个还袂出事啦。袂啦，啊来，我先汽车袂等你啊，你落啊。好像白天拢走啊，都是好像白天车二十米，怎么拢走啊？嘿，紧走啊！好啦，讲出去叫我唱歌啦。唱歌，好听的歌叫来。好，继续我来安排一个较无同款的。无同样。黄以玲的主曲。哦。以外名向慧玲是向江慧、黄以玲两位姐姐、两位前辈学习。哦，这安尼厉害啦，这安尼厉害。所以我来安排黄以玲，以玲姐的一些歌，经典的歌曲。主曲就对了。好了，来，掌声欢迎。谢谢。主曲的表演。
心苦瓜，哦，你们真的太棒了！今天你听了有欢喜不？哇！听得过瘾吗？不过瘾。想要再听不？想。这边买，中央买不？后边买不？啊，嘉秋平买不？好、哦，好，因为我今嘛哈，我觉得拍习惯的是，在台上如果尖叫声不够大声，就会不太想唱，好不好？哎，配合我一下好不好？让我听一下我们很大声的尖叫声，好、哦，右手边的尖叫声，哇！拜拜哦，来中间加后面的最大声，哇！左手边没塞书哦，左手边的惨叫声，是啊是啊。好的，那最后呢，就带来这首歌曲，这是慧琳今年的新专辑，也是呢顶一档零时八点档《幸福来了》的片尾曲，歌名叫做《天后助理》。蜜甜好棒，天后的助理，三行大家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健康平安，天后。Thank you.
Oh.